怎么有点不记得我在出什么了？居然有个雷！野怪呢？野怪都死了。大仙，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没有名字的黄金貂蝉，那不是我。充电，这么点电量杀他们够了，这还需要充电吗？哎，我是怎么就，哎，真的讨厌。怎么还是没有人跟我打架呀？快来人呐！这边都杀了，只剩75个人了，我去哪里找人杀？宝箱呢？有了！还有人呢？这队友都死了。他们还把宝箱拿了，宝箱呢？是这个东西吗？怎么看起来跟我之前的那个宝箱长得不太一样啊？这里不叫你自己的队友、哦，都把自己队友拿着卖，我感觉我差点刚才死了。哎哈，又有个法师，有没有人叫？来人！都不来人呢，怎么玩？
呀你！哎呀，我打得辛苦的要死，这人太过分了。这个要不要？这个要了把什么丢了？我要这么肉吗？把这个卖了吧。哎，我把鞋子卖不了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傻子喽。哎呦，好烦啊，我卖鞋子不就好了吗？瞎玩。买药。我卖了两个东西，把那个回购的东西给清了。算了，没事，说明这一把跟宗师之力没有缘分。没事，我们再打个大野，充个电吧，充个电吧，不然没了。六六六六六六六，这里逃脱，进行一波刺杀。抱歉，但是你打得不错。吓死我了。买属性，买再买再买再买。但是我打不出那个大装备啊，我破军都半天都没有。感觉这把还是很难的，装备并不好。你们觉得我这把能吃到吗？我感觉那几个人还蛮厉害的，刚才差点都把我打死了。这还好是一个二一技能拉了个走位，等一下杀这个貂蝉很麻烦。
他这个贴墙我是没办法打他了吗？打了好多视野药剂，很怕。那边有个大野怪，很紧张，朋友们。插个大剑，把这个打了，拿个大剑。哎，好怕被别人阴了，打不完了吧？打不打得完？我算了，打不完了，打不完了，丢仇恨了。好紧张啊！紧张到我想上厕所了。开个视野药剂，做好玩，最后一波了。最后一下没操作成功呀，朋友们，这个人贴到脸上没办法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难受。可恶，我觉得我最后还是差一把破军，不然不会这么难。可恶可恶，好吧，就这样下了下枪，这要枪金到脸上来打了一波，真的急死我了。我是最强王者探险，我不轻易叫上线，我是最强王者探险，我的团队一时都超